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南投新闻。你看你的台湾国际创意电影嘉年华暨创意电影总决赛，伫咧今仔日早时，正式伫咧民间乡内展开了。经过一个月竞争，最后由18组的选手来进入决赛，并且邀请到知名艺人詹子晴来到现场担任评审。每一个入选者拢提出上届有创意影片来比赛，现场会当恭喜相当的热烈。倒数3、2、1，请加油！敲响茶箱。经过一个月选拔，民间乡国际电影比赛伫今仔日正式由18组入选的选手，伫受天宫第一停车场进行总决赛。每一个入选者拢准备了上厉害的创意饮料来比赛，嘛希望借此甲民间乡的好茶推广予更加侪人知影。咱今仔日民间乡公所吼首创来举办这个国际茶饮的创意嘉年华吼，阮就经过安尼嘛，只要一个月，从他的复赛到今天进入决赛吼。总共有18组在今天进入决赛，他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来推动我们这个四季春，让我们转向，让我们来闻名全世界。民间啊，为了促销咱民间的好茶哦，所以比较做比赛哦，这也是一个一个创举哦，相信啊，咱陈仁朵乡长啊，对咱民间乡建设方面啊，各方面的文化建设各方面啊，拢加有心嘛。每一个选手在决赛当中都提出上特别的饮品，不但使用在地茶米，更是搭配着在地农产。无论是学生组、社会组，还是专业店家组，都展现出100分的创意以及上专业的水准。我今天呢，调的饮料是民间限定，它是用我们的在地的凤梨，还有全国第三名的火龙果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金萱红茶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就是全球维他命 C 第二高的哈姆果，在一次一次的就是试验，就是配方里面会学习到很多，这样发现蛮多很厉害的进的。前辈可以学习的。这届特别邀请到知名艺人，同时嘛是开饮料店的詹子晴来到现场担任评审，并用着上专业的标准来为大家选出这届比赛上届有特色的创意饮品。我觉得今天真的超多的高手在民间。那其实我发现这一次很多的这个学生，他们的创意都满分，我觉得创意都非常的好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常常会用其他的这个，比如说像是凤梨啊、火龙果，常常可能盖住了可能茶本身的味道。就有点可惜了，所以呢，希望他们回去呢可以再多多研发，相信呢你们每一个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哦。民间乡是全台上大的饮料产区，希望借着这摆活动，让茶产业结合在地观光，并来开创出民间独一无二的茶饮休闲好所在。记者李伟定采访报道。